没带护照，所以我在桃园搭高铁下来高雄拿护照，然后去小港机场搭飞机。才刚下飞机，护照就不见了。熊草，谢谢你，真的很辛苦。然后过没几天，我就得流感了。当你怀疑人生时，别怀疑，这个是你的人生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前往桃园机场的路上，我发现我的护照放在高雄。干，你会这样啊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马上赶高铁回高雄拿护照。当你怀疑人生时，别怀疑，这就是你的人生。护照还在路上遇到周星哲。原本是两点桃园机场飞机啊，结果我没带护照，所以我在桃园搭高铁下来高雄拿护照，然后去小港机场搭飞机。哈哈，轰隆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拉风。结果我的手机掉在机人头上。龙草，谢谢你，真的很辛苦，拜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谢谢，拜拜。有都有了，拜拜拜拜，我要疯了，我是猪头，我真的是猪头。你还真的是，才刚下飞机，护照就不见了。结果出门走一走，在路边找到我的护照，然后过没几天我就得流感了。整趟旅程我只能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前往桃园机场的路上，我发现我的护照放在高雄。干，你会这样啊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马上赶高铁回高雄拿护照。当你怀疑人生时，别怀疑，这就是你的人生。护照还在路上遇到周星哲。原本是两点桃园机场飞机啊，结果我没带护照，所以我在桃园搭高铁下来高雄拿护照，然后去小港机场搭飞机。先去纽约，去纽约，哎，有坐飞机啊！然后很感谢我们刚好有华航的贵宾室可以用，所以贵宾室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来吃个好的。你真的很厉害，你会搭手扶梯啊，你那么棒！爸爸教的，所以要小跑步一下，冲啊！等等哦。OK， 暌违五年，我们终于又再度搭了这个商务舱，坐了几百次的这个经济舱，哇！今天要好好来商一下，里面还可以洗澡，这就是华航贵宾室。Money，Money，好兴奋哦！我们走，这是华航贵宾室。哎，坐上，坐上，坐上。嗯，来。第一站
山，有我的 base。饲料。